家都选我们换一个结果，就出来个这样的队友。好了，今天你 solo 了，文静姐。好，文静姐 solo 无法天。尬舞，你们知道什么是尬舞吗？就是两个人对跳才叫尬舞。大 C 尬吗？大 C 大 C 不不不不，但是今天哦，我想起一件事儿，今天平常是不怕的。对，今天大 C 就是脚扭伤了，不太舒服。哎，我忘了，昨天摔了两跤，今天尬不了了，对。只有你 solo 的份儿，不不，真是把自己推进火坑了。今天是你出道之日，加油！来，你到中间来，我舞台为你空出来。不是这个就没有再选一次的机会吗？没有了，跳吧。你也是知道大 C 的表现的，是超越我。是往这边还是往这边？随便你，都不上当。你的老前辈大 C 看着呢。不像是吧，还没你平时跳公演那个感觉呢。拿着麦克风你来，还没有你以前的眼泪深呼吸来的有感觉呢。我挡观众，我很自觉让开了。怎么感觉跳起来像葵花点穴手一样呢？我感觉我现在像一个很冷漠的人，就看着他。我舞技不如人，我舞技不如人，真的不行。这个动作我觉得是我的死本。那你说一下舞女无法天女无法天女这边啊？你们都不知道这部吗？你知道无法天女吗？我从来不看这种。我跟你高档的剧，香姐，我跟你讲，你必须看。我觉得你在里面，那你没有看过那种就是刷刷微博然后就有很红的那种段子啊什么什么的吗？就是他没有看过，就是 Sorry 转的那个，转给大 C 的那个，就是那个。然后自从那次以后，很多粉丝都帮我艾特这个无法天女的剧组，希望我可以出演。私信你吗？没有私信你吗？说实话，我以为你已经接拍第二部了呢。并没有，很失望。请这个如果无法天女的剧组没关系，我没有私巴影视。你要唱个什么剧？下一个就是丝瓜天女。真的，这部剧它之所以完爆什么巴拉小魔仙那些，是因为它的里面打架都是用斗舞来做的。哦，不好意思，尬舞。就是说我要打架了，来，然后就跳舞吗？对。温一姐，我跟你说，第二部丝瓜天女，我们里面的尬舞。都是拿丝瓜，像击剑一样。哎，那温温是什么丝瓜呢？我是胖丝瓜。我是白丝瓜。那你是黄丝瓜？你是蛙丝瓜？你是鸭丝瓜？他是龟丝瓜。美丝瓜。完蛋，小孔，你现在这个字跟你没有关系了。对，你现在就是一个鹅。鹅丝瓜也行，鹅丝瓜，蛙丝瓜和鹅丝瓜，你可以选。就是美上升到一定境界，它就不能用形容词来形容。美上升到一定的境界，就变成了一只鹅。哎，那我们可以构思一下这部剧耶。那我们就是对战的时候是，我们就直接打架吧，就打吧。那武器是用丝瓜吗？武器是用丝瓜打吗？不是。就谁比谁那个扇巴掌扇的小，是用丝瓜扇吗？我感觉你眼中有泪啊！我知道了，我知道比什么了，比谁的丝瓜汤煮得好。丝瓜天女，你煮，你给我把丝瓜拿过来，你给我变口锅，你先把丝瓜拿出来。哎，下面很多丝瓜耶！嘿。那你们自己跳锅里不就完事儿了吗？对呀、啊。是锅，这个锅我不背。那快点，那你尬了，你尬了，只有温温尬了。我要不该鹅了。主要我们今天武神都不太方便，对，今天武神不方便。
哎呦，本来想给他什么就是那个头上转的，然后地上地板动作、啊、都做不了了，没办法。就是因为大西昨天一个这样，你今天就是头转一下，然后腿再转一下，如果你受伤的话，哎、算我的、哎、对对对好吗？啊，就算我的。我想到一个问题，大西是脚不好，头没问题。啊，对对对对对。大西昨天托马斯回旋。你这样这样这样，我们抬着你的腿，然后你就头转一下就可以了，就是让大家看到一点点威力就好，一点点。抬着我的腿，就是那种乌龟经常做那种爬着爬着，然后翻一下，然后就过不来了，然后就这是舞啊，这是你的专属的托马斯回旋龟舞是吗？我觉得怎么做？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小狗要示范啊！后悔了，我不该问。大西，我对不起你，这个是我学，我不会弄疼你的。你这样，你先趴下。要真的、啊？这，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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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你们在这边搭拱桥呢。我没想到他这么重。夏薇姐很有想法。夏薇姐，你娱乐公司我就应该签你。他还停留在上海。鹅来一个。那你要这样说的话，我就不能表现一下。鹅来一个。鹅来一个。来一个，观众都这么说呀。来鹅舞。俄舞，俄舞，创造个俄舞。哎呦！哇！哎，你别翻，别翻，别翻！哎哎哎，等等！别跪，起来！平身，要叫平身。这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就是这样子，上来就想磕头。我跟你说，出门别跟我磕头，人看到了不好，非得磕。对，我也站前攻。啊，到我了，我想模仿那个小双那个 memos。哦，可以。啊，这是一个很下一个，我觉得我可以跟你一起尬舞了。好好好，哎，可以耶，是吧？你模仿大西的那个，哎，但是好好好，我一定会努力模仿。哎，大西，你给我稍微跳一个形状，让我试试看。不是，他是妈是往这边的精髓，你知道吗？ get 到了，你脑子在哪里？他跳 mamos， 他说他跳 mamos， 他让我用大小是我脑子不好，没事。你一定要抓住大西的精髓，就是驼背，然后伸脖子，好，脖子一定要从左到右这样子，绝对。嗯，我现在抓得很好，就是不能够放松的原则。来 ，music。不用不用不用。哎，不是，你们是一个跳完之后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再跳，然后再这样子吗？好的好的 ，battle。对对对，不要同时。哎、小爱，我问你，跳完之后记得这样子指小爱。小爱，他一直小爱接招。小爱，快跳吧！小爱接招吧！小双的精髓就是那个手一定要往里扣。我知道，小双的精髓就是手一定要往里扣，他不知道为什么。快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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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版来了，小双的精髓你们学不出来。来五六七走。没有、哎、小双我知道，小双这个我走下场。还有那个已经沉睡了，这个是还有一个已经沉睡了，这个是已经走下场。好了走下场，感谢大家今天收看我们这个 MC 星球崛起啊！好的，接下来我们要欣赏下一首歌曲了。欣赏下一首歌曲，纽约。